暌违四年基隆龙舟赛呢，要在八斗子渔港重启了，先举行了下雪典礼。这海上龙舟也是全国唯一哦，期待可以发展观光。赛龙舟是全国唯一的在基隆在海上赛龙舟的，政府就会有些民间的资源无穷，可以找民间来共襄盛举办理这活动。那我们这活动啊，不管资源选手都可以增加。6月10号的时候，也会有很多活动。民政处办了有立蛋，也有嘉年华，所以很希望基隆的民众一起来看龙舟。好，因这海洋广场已经盖好，希望明年可以移师基隆港来举办。6月10号端午节这一天，除了龙舟的赛事之外呢，还是有多个公益摊位哦，可以做爱心，又有好礼可以拿，跟大家一起欢乐过佳节。